从高空俯瞰基隆屿美不胜收，但要前往登岛，可要先搭船经过20分钟的航程。不过，网络上最近疯传一张照片，竟然有一条道路开车就可以直达基隆屿。仔细看这张照片，有人说是合成图，大家都很纳闷。就是这一张，摄影爱好者在脸书上分享照片，网友惊呼连连。问问游艇业者怎么说？蛮像的，不过如果真的要过去，就是还是要搭船啊，因为不可能开过去啊。来到中正区，沿着小巷子从山下走到山上，过了一小时，终于找到了。原来这个看起来像是直达基隆屿的道路，就位在和平岛上的和平街。站在武昌街山上，赫然发现基隆屿伫立在和平岛后方，就是因为海面被和平岛遮住了，视觉上产生了落差。应该是这里啦，在那个，在过去和平岛，在过去，在那个后面，整个海都可以看到那个的外面，很漂亮。网络上引起了热议，不少摄影爱好者说要前往朝圣，但因为当地巷弄小，不好停车，建议徒步前往欣赏这难得景象。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。